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我是 V 哥。今天的天气还是阴天，还是阴天。哇，昨天呢，马来西亚呢封城了，哇，很多东西难搞啊，因为很多那些做那些装修的那些厨啊，有些很多是在马来西亚那边弄的嘛，然后送出来新加坡我们组装嘛，现在要等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一些到底什么东西可以，什么东西不可以。哎呀，这马来西亚政府啊，真的是很不清不楚啊，现在头有点大。今天就是要回去跟他们开个会，看那些厨到底是能怎样。好了，暂时别想那么多，先去吃早餐。好了，我们到了这个新加坡的旧马场。哇，那个男的牵着那么多只狗。今天来这边的一个超市，跟那个超市的掌舵主聊天，因为他要把我们的一些饮料带进来这里，又回来这里了。要从哪里进呢？从那边进去。要吃什么呢？南记。给我一个椰子莓大包。是的。啊，吃的。还有水吗？有。有没有豆花水呢？还没有。有啊，啊，给我一个豆花水。有必要吗？啊，不要。啊。多少？给我看。要切开吗？啊？我要切开。啊，要，谢谢。椰子莓大包。看，这椰子莓大包，哇，真的好大。这个椰子莓大包呢，其实里面的馅料也挺多的，它里面有蛋啊、猪肉啊那些东西，你吃了一整个都饱了，应该，哇，好难拿出来，真的。如果说你要加它的这个大包，最好是两个人分享，一个人吃，哇，很饱。很腻啊。太大了。终于把它给干完了。好饱啊。我建议啊，如果你要吃他家的那个椰子莓包，最好是两个人分享。一个人的话太饱了，吃不完。哇塞，好了，吃也吃饱了，跟客人讲完了，现在我们要走了。走了，我载你过去前面那边。现在来到了这个靠近东海岸这里，去找一个朋友，那也好久没找他了，最少有几年没看到他了吧。以前是一个我们都在同一个兵营里面当兵的朋友，他也是跟我很好的，因为他以前我们初期在做物流这一块的时候，他也是半个股东，做后期的话就他退出来了吧，因为某某原因啦，也是很多啦。所以呢，很久没看到他，现在就去过去找他，看他还在那边吗？给他一个惊喜 ，surprise！ 巴沙，找那个卖鱼的朋友。卖鱼不卖鱼，这边玩手机。
新加坡啦，不要紧的嘛。唔带我唔带，我落嘛无反正。你过边去呀？去啊？做咩？去得咯？这边全部卖鱼卖肉的，我们都认识了。这些我认识很多年了，很久没有来了。这里就是新加坡传统的巴沙卖鱼的，前面呢是那些卖肉的，我们卖肉的全部一定要有这些冷冻箱啊，一定要放在冷冻箱里面。哎，卖完了，你看他们就开始洗刷干净，要保持一定的卫生了，全部这些。这些就是我们新加坡传统的湿巴沙，里面又湿又肮脏啊，所谓应该跟其他国家的都差不多一样吧。我是吃饱了，现在去买一些糖水甜品，看有没有开。给我十个烧的。How many? Ten.Hot one, take away. When you go to it? Huh? When you go to it? Office. Cannot last more than 3 hours, right? One cannot stand alone, right? Okay. So you want? Yeah. Okay. Because I bring back office, then I will share already. What's the portion? 顺便去买一点炸的香蕉那些。Cik, goreng pisang. Ha? Okay. $2. $2 got 6, right? $3. Ah, $2, 6, ah? $2. Give me 6, $2. $4. And the tapioca? Tapioca, $4. $4, $2. Okay, give me 4. Ha? $4. Oh, yeah. $500 plus. Clear. Can, of course can. 啊，这些全部香蕉，炸香蕉，他都卖炸的东西。Thank you. 他卖了零零总总炸香蕉啦，炸木薯啦 ，OK， 一堆的。Oh, thank you very much. Camera. What? No camera. Yeah. Don't take my face off. Oh, don't worry. You take my face, come on you. Copyright. Cycling. Huh? Sorry? No, YouTube. Thank you. He told me, don't show his face.笑死我了，这位大哥。因为新加坡还是有一点还是比较担心啊，一旦有人拿相机啊或者什么东西拍摄的时候，他们都会怕。慢慢啊，要给一点时间。好了，买十个送一个，总共十一个。他们在公司里面煮饭。今天有哎呀，哎呀。这个青春，这班人好。
好像在煮饭。Oh, yeah, good. Don't throw away. What today? What you're cooking? 在煮什么？我在煮 turkey casserole. 哇！你吃饱了吗？吃饱了。吃饱了。Yeah, I eat already, then come back one. Hey, where's the plastic bag? There, I put it on there.But the spring onion coriander, we haven't used finish yet, so... Oh, okay. Okay, lah. Very full, ah. 我很饱。那个还不用紧，那个没办法。This one. This one later you all... No, this one I have already.So I finished mine already mah. So I got the one. 不用紧，不用紧，不用紧，不用。现在放工咯，还没放工啦，其实，其实是放工了。现在要去剪头发，还没回。今天剪头发预约了5:30，现在是5:20，还有10分钟。其实我已经到了附近。应该过去的话只有5分钟吧。好了，今天就剪个靓仔的头发。